大家好，我是江念婷。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，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，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，就会有名师或是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。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！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，甚至假冒名人，取得被害人的信任。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，多多查证。 有疑虑时，可以拨打一六五反诈骗专线，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哦。